非常有点这个擦网啊，非常有看点的，两位选手一左一右，而且呢一个直板一个横板。这次我们模拟赛它也是三线作战啊，男团男单和能不能够支持整个赛程。 短，再摆，反拉。嗯，这个半处就比这个混合双打它的设计感要强很多哈。出台的在什么位置，后面的应该如何衔接和连续？ 反了，哦，还是，是被主教练啊李隼和秦志戬来做场外指导。嗯，进入状态也是挺快的啊，因为毕竟其实打了三天的混双，像对手周凯呢，这是。 漂亮，反撕反拉，连续的防守，回摆，两人再摆，周凯七扳。 反拉斜，漂亮，是，嗯，再回摆，许昕挑打，这名运动员他是属于。 各项呢都比较均衡，但是没有特别不太能有爆发点和兴奋点。嗯，你看，就其实他是在挣的这个力量和杀伤力不足，他在进攻的时候被许昕抓住这几个点，又是形成相持漂亮。 所以每个人啊，有两个这个发球权，你拿发球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设计你的发球的这个权，一定不能放弃。我们看现在呢，就是周凯的这个比较少，两个人又是形成中路的相持，到中远台之后反手的发力感觉非常好。 中路，哦，九，漂亮，嗯，上手，再扑正手，两个人形成正手的对拉。
哇，漂亮！嗯，球一样，网前摁了一下。对，截击是这个网球里面的一个专，9-8。嗯，漂亮。发球直接抢攻给中路，还是两个人拼正手。 跟许昕的这个打法是一样的，球我体力跟不上，跟不上的是这种精力，牵制着走，是，所以那个时期的这个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投直线。 擦边，嗯，漂亮，拉起来这个小一号的感觉啊，就是无论是从球的连续性，坏白之后啊，又为自己获得时候都是冲到对方的这个中间，这就是落点的严密性，做得非常好。 掉一半，形成对拉，许昕往上拔，啊，反手防一半，两个人再次形成对拉。其实第二局领先的时候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对许昕的这个体力也是一个影响，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第三局比分。 撇一板，机会。 是在控制短球，在这个细节上做的不是很细致啊，嗯，就是这个小碎步，两个人，8-8，周凯发球。 而且是拿到局点，这样11-1，中国乒乓球队东京奥运模拟赛的同时下载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的多角度看赛场账号，在这里呢，您不仅能看到精彩的赛事直播，还能通过不同的拍摄角度看到自己喜爱的球员、教练、卡位、抢点卡位的问题。 漂亮，这个球发的好。
是刚好发了一个半出台不出台。 许昕本来想是反手，来短之外，只要上手的质量都会比较高，都是发力来打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调整到最佳的这个状态，另外一个还是要节约体力，对这些老将而言，球都紧凑起来打，啊，越松越懈怠，反而越累。还是打前三板控制起来，去在这一年当中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让自己持续的保持竞争力。 哇，啊，就这种赢球的这种，给到中路，两个人又是相持，这样是一。 来讲，确实是不容易。没错，就是每一场球都要有这个最佳的状态。一般就像鳄鱼皮一样，你拿个针扎它，这种比赛拿个针扎调动自己，嗯，确实非常难。要求，除了练体能之外，那么可以保存一些这个体力，是吧？就是技术训练这种，因为看这个球时间太长了，任何人都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漂亮，引中路。 表情啊，肢体语言，也看得出来许昕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别的满意。就是在控制，在摆，漂亮啊！许昕现在还是需要打几个这种比较硬朗的球来。 掉一个短球出来了一些步伐上的问题，这个球吸一个短，关键的，发出台了，发球出一个正着，是这样，许昕又再追一分，啊，如果被许昕追到9比9的话，接下来。 把反手短的也是有一点出台，两个人形成对拉。反手拧失。 Thank you.
其实失误之后6-2，像如果这个球赢了5-3，调动自己在小跑步。嗯，一旦这个人停下来，你再回白，许昕上手。好球，又是一个手感啊。半出台，许昕轻拉一个，这是正手相持。哇塞，90%的都在快撕，现在这种弹击已经很少了。那么以前配兜一个，好球，敢松懈啊。6-9，还是继续在控制，有一些擦网，周凯机会，没错，就看周凯能不能够把握住了。现在两个人分差缩小到1分，现在也在这儿关注着许昕的表现啊，场边默默的看着，反手短。还是控制前三板，许昕在上手啊，最后还是靠自己的这个套路绝活，摆短之后的抢攻。嗯，这样许昕4-2战胜周凯，也顺利过关第一轮。好，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您介绍比赛。